一个河流河床突然之间不联系了，掉下去了，冲上来了，通通叫裂点。如果是一条河流啊，从上游到下面以上，它是一个均这个线，我们叫 girder line， 这个这样叫均一线，均一线变化体。那假如一个河床坡度突然改变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叫裂点。所以瀑布发生的地点是一个河床的那个 point 裂点啊，坡度不连续突然变陡了啊，那裂点呢这边开始。Thank you.